你好，我系 Emerson，欢迎嚟到 Good Talk。讲得好，边个讲得好呢？简报讲得好。今日我想同你分享下简报嘅可信度，有三件事可以增加你嘅可信度嘅。第一，做足预备先有可信度嘅，即系做你嘅功课啦。如果你系一个半桶水嘅专家，聽眾知道嘅咧，仲多過你，咁你邊有可信度呢？第二，註明出處就會增加到你嘅可信度啦。如果你講來講去都係聽講啦，有可能啦，咁嘅話你邊有可信度呢？所以註明出處係好重要嘅。第三，圖文並茂會幫助到你有可信度。俾張圖去睇咧，俾張相去睇咧，俾條片去睇咧，咁啊個可信度會增加啲嘅。Good talk， 講得好，我係 Emerson， 你嘅演講同埋簡報教練，下次見。